我为什么做音乐，有一天如果我的音乐也可以给你们鼓励，其中一个愿望是想要跟我一起表演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音乐。是的沉默，独自等待，默默承受，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这也是他们的总人气值，13,549,740。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要恭喜午睡留声机乐团获得最后一个进入明日毕业大考的名额。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因为我跟你们真的有很多很多接触，我觉得你们有很多时候特别幼稚，但是又幼稚的很可爱，就是你们明明那个东西不太擅长，但是你们很想突破，你们硬是要去尝试。就其实在你们身上我看到很多小时候的自己，就到今天，其实我还是觉得你们刚刚的表现非常的棒。然后我会觉得我为什么做音乐，有一天如果我的音乐也可以给你们鼓励，然后当我听到刚刚吴昕说他其中一个愿望是想要跟我一起表演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音乐，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我的歌可以成为你们的力量。然后我想说，就是我希望虽然今天你们经历的东西我觉得是特别难的，但是我希望10年后当你们回头看，你们会感谢今天。我也很感谢你们在我的夏天里面出现，谢谢你们。